北京放开了，你让北京市人民玩，不学淄博，让淄博学北京来。嘿，好。牛，淄博牛牛在哪儿？政府啊，领导着一帮精英啊，嗯，帮助老百姓干活。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。这期呢，听北京胡同贝哥聊一下对淄博烧烤火爆的看法。魏大哥呢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一针见血说到了问题的根本。我觉得应该代表京城百姓的心声。好，让我们具体听听怎么说的吧。淄博现在才一塌糊涂啊！你在我们北京呢，早就一塌糊涂了。王府井是不是啊？王府井八面凿，对，全国人有几个不知道的？没错，那家伙饮食一条街，哎，干净不？漂亮不？对，人文不？嗯，什么都不缺，真是。你现在就是政府不让他弄，对，你让你这你放开了，你把北京放开了，你让北京市人民玩，不学淄博，哎，让淄博学北京来。嘿，好，你别觉得天下没能人，啊，淄博那儿有能人，北京能人更多。对。关键就是咱们这领导北京的人，他没有什么本事。哎，淄博领导好，淄博的领导那说好就是好，说一般也就一般。为什么呀？那都我们玩剩下。嗯，我刚跟你讲了吧，王府井啊，王府井火的时候，对，西单火的时候，秀水火的时候啊，对，北京火的地儿多了去了。没错。是不是全国人民都向北京学习？对，摸摸北京的砖，啊，死了都不冤。嘿，有这么一说吧？有这么一说，就是现在我的那个父母官，他不注重这个。你护着老百姓，咱不说远了，不说，就前面这叫向来街吧？向来街，向来街楼后的原来是不是市场啊？对。最火最早的，那你说那个市场在的时候，那淄博，嗯，那得好几十年以后才出的淄博。对呀，是不是？嗯，你如何学淄博，得先从政府开始学。对，老百姓想学管个屁用啊！真是，你出去弄五十个城管给人家弄上，是不是？啊，牛，淄博牛牛在哪儿？政府啊，领导着一帮精英啊，嗯。帮助老百姓干活，哎哎，城管给搬凳子，哎哎，扫地，对，然后那个警察呢，就是叫什么交警啊，交警，咔，他敬礼，一敬礼说怎么回事，哥，说你违反交通规则了，说我们就不知道，我们刚从那个外地来这儿哈，那好，靠边，啊，靠边干嘛？他告诉他，这次就提醒您，嗯，欢迎您到。淄博来哦，你像那样的景啊，你看这个风水轮流转，嗯，你让他这么转，北京再转回来，北京 number one，嗯，是不是？对，二环里的老百姓又没房子又没地啊，你挣了那么多的钱，现在呢怎么说呢？胡同里多惨，嗯，胡同里人连个处级的领导都不在胡同住了。没了，你上这胡同东西南北城，嗯，你包括故宫底的胡同里，你逮一个处级的领导，嗯，你试试，没有，你逮着我就给你两万，逮着两个我给你四万，你万上过吧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柳传志是真的他有本事吗？那不是借着改革的东风吗？嗯，坐上那条船。在那船把他妈别人都摇船底下去了，他这儿一轮当他妈船长了，嗯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吧？对，资产阶级复辟成功了。哎呦好，你说北京有可能学淄博吗？北京 啊，学不了淄博。为什么呀？我们为什么要学淄博呀？啊。为什么要学淄博呀？你不学淄博，人家淄博做得好啊！底子思想在哪儿呢？嗯，淄博为老百姓服务，嗯，是这个方式烤这个串儿啊。听说我一去，这个视频上说，嗯，北京不要学他这个，嗯，什么冒烟不冒烟，那都是什么味道怎么样也不重要，嗯，
你把北京市最穷的，你不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吗？嗯，你把所有的平房，谁想开买卖的，全都打开。哦，外地人来了，你就上我们家吃饭来。啊，怀疑什么？怀疑我的东西不卫生啊？不是，人家客人来了，我给人下毒啊？对呀，有这样的北京人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人淄博老板不是说了吗？你砸我的锅，我就砸你的碗，哦，是不是？你把他谁出幺蛾子，就打他。对，破坏这事儿不行。全北京啊，二环以里的，家家户户，炸酱面的，有包饺子的，有馅饼啊，有炒扁豆的，有油麦菜，有臭豆腐的，那北京小吃多了去了。哎，北京有特色的。深了，对，最近的文明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是上三代，对，咱们下排，是不是？明清，包括新中国人民成立，嗯，这个新的文化，嗯，这叫什么？新中国，嗯，新中国，这个三个时期，嗯，首都一直在北京，对呀。各地的精英全上这儿来，对，他们早把他们家乡的东西安排在北京了。嗯，大家这烹调炒的，淄博可能不算什么，是不是？都打开，老百姓也有钱了，嗯，是不是？那个街道也军会也好，主任、书记全为老百姓服务。你出主意，你帮那个穷人家怎么挣到钱？交通队。怎么别罚老百姓的车，嗯，是吧？那老头老太太都开个三轮四轮，你就让他开吧，多不容易啊！你们家赶上十辆，有他十辆凯迪拉克了，他妈弄一破车，你还限制他，多不要脸！嘿，好，他独难受，他接的是。祖国的花朵，每天下午他就接孩子。你讲这么多的原因，你有100个理由不让他开这三轮四轮。嗯，哪有什么呀？砸烂万恶的旧社会的时候，那资本家狗地主，那不都撅着吧？他老实着呢。嗯，体制有变。嗯，体制一万，老百姓这边服务。对，那你才叫人民的公仆了。对，就是社会现在啊，已经有点乱套了。我觉得是，真的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谋略了，但是一帮精英扰乱这个社会，嗯，贪污腐败，一弄200多个小姐，嚯！还觉得200多个小姐还都分散着不好使，还得买一个小区，嘿，一个小区住的都是他喜欢那200个小姐啊，集中在一起。你这个领导，我不想说啊，那都是高级领导啊，200个女的都是他的情人，嘿，这是网上曝的光啊，这是公开的，嗯。他也受到了这个惩罚了，现在，嗯，但是他玩过了，他吃过了，嗯，他这辈子赚了，是不是？你为何没赚着？我最惨了，真要命！正像魏哥所说，淄博之所以牛，就是政府在帮助老百姓做事。我相信，只要上下同心，一起做事，都能火起来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您对魏大哥所说有什么感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